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请孙耀宁和杨洋两位艺术家跟大家聊了这部戏剧，而且这部话剧呢在我们洛杉矶得到了非常大的反响，情感调节室。今天呢在后两期节目中呢，两节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艺术家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创作、导演和演绎过程中他们的舞台和他们对生活的经验。在我的右手呢是这场晚会的总导演曲北灵女士。曲女士你好。你好、哎、欢迎你上我们节目。谢谢。在曲导旁边呢是我们这一台晚会的主，这台话剧的主演是崔玉威女士。好，你好。你好你好。两位年轻的导演，年轻的演员，应该说就可以想象这个剧、哎、是一些年轻人的热情的这种碰撞以后的一种作品。十八个演员是，曲导，您是怎么选的？我们啊、进行了两轮的海选，两轮的audition。哦，您还有过海选？我们有海选，很有意思。我们是有两个月在网上提前两个月先在网上发布这个 audition 的信息。OK。对，然后呢，其实在网上就已经进行了一部分的海选，也算是初选。对，初选了、嗯，我们淘汰了一部分，然后通知了其中的踊跃吗？非常踊跃，超乎我们的想象。是吗？对，因为我们其实首次在洛杉矶地区来进行一个华人的戏剧团队，是其实挺忐忑的，最开始的时候。嗯，其实你要让我问我，我恐怕我也有点担心。非常忐忑，但是我们发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太踊跃了，超乎我们的想象。对，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包括洛杉矶地区的、啊、也有周边地区的，也有纽约地区的、甚至有国内的朋友想说啊，我可不可以来洛杉矶参加你们的这个戏。不错啊，是是是，蛮好的事情。对，然后经过这个先是网上的这个海选，我们删掉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演员，通知到了三分之二，来进行了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这个面试、嗯、对，从中选取了十八，开始是十八个演员，但是陆陆续续呢又进来了三个演员，但是最后呈现在舞台上的依旧是十八个演员。十八个演员，这十八颗不倒的青松，是想起了一段样板戏。哎，这是玩笑话，但是我想，崔玉威女士呢，很荣幸，无论当然您的外表和您的这个艺术学院的造诣本身，谢谢，恐怕我想得到了这个曲导的一个肯定了。对，谢谢曲导。对，也就是说。当您被选为作为主演的时候、哎、什么个心情，或者说因为毕竟不在，这不是在中国大陆的舞台，这是在美国的舞台。对，首先是这样的，因为我大学本科于中国戏曲学院影视表演专业、嗯、然后主攻的也是舞台剧表演、嗯、但是到这边来呢，我就学习研究生是在纽约电影学院洛杉矶分院的、嗯、但是就是很大的差别是因为在这边的学习主攻是在对于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对话。那、啊、电影吗？对对、嗯、所以在舞台上我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去碰触了，但是当听到有这个联盟的创立然后在 audition， 我真的就是毫不犹豫，你懂我当时的心情，就是真的特别的激动。对，舞台的向往已经是由来已久了。对，因为我对舞台剧的是热爱、嗯、是爱而不是喜欢，我觉得就是我对于舞台剧的一个定义。然后呢，我就去 audition 了，然后在家苦背了一下我的独白，然后好好准备了一下去 audition 的。对，然后最后得到了曲导和杨洋姐的认可。对，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特别激动的。但是作为一个向往舞台的人啊，其实我跟我们在这个节目，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品牌节目叫做中美电影节、每年呢我们都会请这个中美两地的很多优秀的电影人来参与盛会，有时候我也有机会采访到过他们、他们有一些演员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个说法啊、他说呢，很多演员他们说我们觉得我们艺术的最高的评价不在镜头前，对，是在舞台上。没错、这个我真的是就特别有感触。对，因为就是在舞台表演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舞台剧不像电影和电视剧，就是如果演员犯错误了可以重新来过、啊、但舞台剧不可以，因为舞台剧演员和观众的是非常近的。如果你的一些小瑕疵、表演的一些小瑕疵不是特别好的话，观众会看得很明白。对，
说到这个啊，其实曲导，我想您在美国，我想您也一定到纽约看过这个纽约 Broadway Show。哎，我因为大家都是，这是算是我们美国的，还不能完全算本土，严格来讲是来自英国的东西。哎，但是呢，形式，美国好莱坞的演员都以自己能够出演 Broadway 的 show 而自豪。没错，他们并不以哪个大片赚了多少钱跟别人去炫耀，而他都会跟别人说，哦，那 Broadway 哪个秀我参与了。对对对，作为一个导演，其实我相信了，作为这个舞台剧，也有很多我们华人导演也都想试一试舞台剧。其实情感调节室如果改一个舞台剧，我曾经跟妈妈咪呀这个中国区的导演聊过天，哎呦，他兴奋得不得了，您怎么想？其实我们这个原型情感，我们的情感调节室的原型离婚事务所，是一个只有六个人的小剧场，小剧场话剧。对，然后我们搬到洛杉矶以后，并且我们在看到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之后，我们决定把它改成一个将近有二十多，我们增加到了将近有二十多个角色，18个演员来共同演绎的一个大剧场，一个大剧场的舞台剧。并且呢，因为根据我们演员的自身的特点，我们相应的增加了很多的歌舞的场面，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话剧了。其实我们的目标是向着一个音乐剧的方向去发展。对，因为其实音乐剧才是戏剧的一个，到在目前为止，音乐剧是戏剧的一个最高的标准。以前说歌剧是艺术最高标准，差不多吧？差不多，差不多。但是歌剧是只是唱，对，音乐剧要求演员的功力会更强，要唱演跳，对对对，都要俱佳才可以，并且要求舞台上面所有的灯光化都要，灯光、化妆、道具、舞美、一些音效要perfect， 配合的非常到位，并且是一个大投入的一个戏，大投入的一个制作。那我们这次的制作，我们真的是一分钱掰成十分钱花。我可以想象，所以我这就是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其实拍一部片子，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其实一定的经济条件是必备的。是，这么多演员，咱们不说别的，咱不谈别的，就光这个吃喝拉撒，就这个也够我们的导演们，够我们的后面制作人们，哎，忙活的了。是是是，但是好在我们的演员真的是像刚才雪薇说的，非常热爱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所以他们真的是，是甘于奉献。因为我们确实第一步资金有限，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演员都是来义务来支持，来参演我们的这部话剧。那我们的资金呢，就用在了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灯光，我们的音响，这些是需要来资金投入的。但是其实演员的这些投入是远远要高出这些我们看得到的这些舞台上的东西。对，那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戏会越做越好，然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资金加入进来，让我们这个戏除了演员演得非常好之外，我们所有的都达到一个一流的水平。所以啊，就要靠孙导他们把市场做好。是，当然了，我要还是想回来请教这个玉薇女士。其实呢，作为年轻人，这样一个话题，情感调节室，当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情感，可是呢，毕竟这是原型于一个婚姻调节的。我想你们很多年轻朋友都还没有经历过婚姻。对，这个是。就说在这个艺术的这个表现点上，你个人的体会和你自己的角色的诠释，您怎么考虑的？对，因为当时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就是自己完全年龄感达不到。对，但是还是翻过头来说，就是在之前学到的一些，就是要观察生活，观察人物，这个是演员必做的。所以因为毕竟我没有结过婚，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但是我会多问一下我妈妈身边的朋友，还有我妈妈和我父亲之间的感觉，这样我觉得从内心可以找到一些感觉，还有内心感在形体上，我去多观察一下，就是现在生活中就是40多岁左右的一些女性，这样的你在肢体上会有一些改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观察生活是对于演员来说是必须的。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呢，这个我们的老艺术家们，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一句，他说体验生活，对，接地，对对，接地气，不光要接地气啊，
因为呢，毕竟话剧是一个舞台艺术，舞台艺术就像您讲的，跟电影最大的不同就是，您不能说，哎，对不好，我没说好，我重来一条。对，对不起，舞台上不可以这样。对对。而且甚至有时候还得临随时临时还要应变一些突发状况。突发状况。所以对演员要求是蛮高的。是的。您觉得这个戏学到了什么？这部戏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不是说很多人的喝彩，而是在于我们在排练中，就是虽然我们排练，就是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在上课，大多数的，对，我们都是对周六周日我们去排练，但是在排练的过程中，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不管就是多早，我们都会提前到场去布置这个场。然后去排练去热身，有美玲姐、美玲导演带领我们去热身，还有杨洋姐，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排练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就是吸取了很多我之前没有过的一些经历。对，每个人身上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对，很有特色，所以最后我们能把这么完美的一场那话剧展现在舞台上是非常非常棒的，我非常感动，就是很多当时真的是都坐满了，对对对。而且我相信每个演员当大幕一打开，看到哎场下坐满了人，那边心情都会有一种特别饱足感觉到哎，有一种期待，有一种努力。确实，当然了，这个玉薇女士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年轻人他们的热情。年轻人是有热情，但是说呢，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听到很多朋友批评年轻人，年轻人最缺乏的是责任。但是这台戏，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完全是义务的和业余的演出，他们的热情投入，他们的责任感，不仅仅是塑造了这一部戏成功的根本的保障，同时也是他们个性、人生和自己经历的一次丰富的收获。所以啊，通过一台剧，我们观众收获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的演员、我们的导演以及我们的制作团队同样都有丰富的收获。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以后我们请这个曲导跟我们聊一聊话剧艺术我们怎么欣赏。休息一下。其实这个节目的采访的时候，我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采访的效果还是真的让我有点意外。年轻的朋友，他们不仅有热情有责任感，而且他们对艺术的投入让我们感染了我们所有的制作的朋友们。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旁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当这部戏《情感调节室》再次公演的时候，希望你与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曲导，其实刚才呢，这个玉薇女士讲得非常好，我也觉得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成长，其实人还是要历练。是，说到导演，说到艺术，其实一说到话剧，我是来自北京，就会想到人艺。是，哎呀，中国艺术殿堂、舞台殿堂莫高于人艺，没错。所以到今天，人艺的所有的演出的这些东西，大家说起来还是让人感觉到啊，那真是一种艺术。而且中国人艺中真是集聚了一批老的艺术家，然后一批新的艺术家。而且很有意思在哪儿？人艺现在这帮新的艺术家，大部分都是从银幕回到了，这个。舞台上去的，回归到舞台。对，从人艺，当然人艺的题材跟我们的题材不太一样了。您怎么看？作为一个导演，怎么看话剧，或者说现在在美国的音乐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实我们是中美华人戏剧联盟。那戏剧呢，就是包括的面很广，我们有舞剧、歌剧、话剧，然后包括现在最红的音乐剧。那我想谈的是音乐剧，因为我们的目标还是音乐剧。那当然了，我们第一步是以话剧的形式为主，然后加了一些歌舞的元素进去，使之成为一个看起来像一个丰富的舞台剧，但是我们的目标其实还是音乐剧。对，因为我觉得音乐剧的，可是音乐剧你对演员要求非常高、是非常高，而且音乐剧的魅力是太大了，太强了。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演员素质非常的高。我们的演员，因为我们的演员很多元，他们不论是从国内的一些戏剧院校毕业的，还是他们又来到美国继续深造进修的，他们除了这个自身的表演的能力之外，他们有很多的特长。
有唱歌唱得非常好的专业的歌剧演员，多才多艺、啊、多才多艺，然后有舞蹈跳得非常好，就是你拿出来他就是一个舞蹈演员、嗯、你拿出来他就是一个歌剧演员、嗯、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一个非常能演戏的演员。这得感谢改革开放，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有条件培养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真的是，我这说到题外话了。我们在美国看到好多一些年轻人，然后看到中国人就说：“哦，你是不是会弹钢琴呀？”对，好像中国人的艺术天分，好像大家都是这样。但是回到您的话题，其实我是觉得音乐剧呢，我曾经采访过《妈妈咪呀》的这个导演，他当然他谈的是中国区的演出了。嗯，但是不管怎么样，给我感觉，嗯，这是一个美国喜闻乐见，嗯、而且他在中国《妈妈咪呀》爆满，是场场爆满，是对对对。其实我倒有个建议，嗯，就是情感调节室，嗯，翻成英文，改成一个音乐剧，对，一样可以到 Broadway 去演啊。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的接下来的一些发展的步骤。嗯，那我们既然在美国，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啊，我们可以邀请到美国著名的导演啊演员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班底，我们的演员班底还是中国人，还是华人，那我们很有可能是用英文来演绎中国传统的故事，嗯，来扩大我们的观众群。这样让我们的中美华人戏剧联盟就真正做到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其实这个想法呢，因为我曾经和一位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呢，原来他也是节目主持人，他曾经想让中国京剧进好莱坞。嗯，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是，但是呢，毕竟不如音乐剧呢这么更加喜闻乐见。是是是，让人通俗易懂。对，而且美国人很容易接受。是，而且你说美国一说舞台剧，美国就非常的向往。对，你看 Broadway 那个这个演出一演就几百场，没错，场场爆满，场场爆满，而且它从来不降价哟。是，而且但是有时候有一个小窍门，就是那次我是住在那个 Times Square 旁边的这个 Maria McKee 那个 hotel 里面，他的那个经理跟我讲。别着急买票，每天上午十点，我们门前他有专门的他有 rush ticket， 对，就 rush ticket。 没错，我们是穷学生的时候都去买 rush ticket。 没错，所以啊，当然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请教我们玉薇女士啊，嗯，其实刚才曲导给大家描绘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景，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或者说我们正在成长当中，您怎么看美国的市场和中国的市场，或者说你自己怎么来界定你未来的一个演艺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演艺的这样一个发展？对，就是因为当时我选择出来上研究生，其实一开始怎么说呢，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嘛，也不想让一个女孩大老远的一个人到洛杉矶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我是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就是学的一些戏曲还有一些戏剧全都是特别传统的。因为之前我的性格也是比较内向的，其实，但是我想研究生出来，我想开阔自己的视野，因为我知道美国这边一定会非常的开放，在这边我接触到我的同学思维都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开广，所以在这边的学习道路上我学到了很多。因为我把自己内心特别能打开了那种的，就是自己的创造力会加强了。对，因为之前在学校说到中国和美国这边的文化，我觉得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就是来一个交换，就是我们用这边的东西，就是美国的思维演绎到中国去，中国的传统演绎到美国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我们有过合作，然后那会儿大学就反响特别好。对，其实美国的好莱坞啊，我跟好莱坞的一些导演们、演员们，演员不多，主要大部分都是导演和音乐这个制作人。有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表达一个观点，就是说，曾经美国好莱坞奥斯卡委员会的前主席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对中国电影充满信心。说为什么？他说电影的核心是什么？是故事。嗯，而中国人最不缺故事。对，五千年的历史，没错，十三亿人，对，有的是故事。他说中国的电影市场应该是最好的。同样，今天曲导也好，玉薇女士也好，和你的这十八个小伙伴也好，大家要想拓展自己，中美文化
彼此借鉴，彼此结合。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现在有一些朋友，我知道一些朋友们，他们现在在把一些传统的中国歌曲完全翻成英文，就让美国人唱。嗯，其实在美国市场非常受欢迎。对，我曾经和一位弹古筝的一个朋友聊过天，他拿着古筝跟着美国的这个 band 全美巡回演出了一圈，他回来发现，他说我们中国人的艺术一点不输他们。美国人讲节奏，讲韵，我们中国人讲什么？讲韵律。韵律，对。哎，他说我们完全补足了美国人的不足，而美国人也恰好用到了我们的优势。对，这些艺术是相通的。对，曲导，您觉得有什么想法？就像太极一样，阴柔结合。嗯，阴柔结合，对，说得好。对，其实有什么想法，就是说除了我们做舞台剧以外，当然我们现在没法在这个话题中我们谈现实问题，但是从一个发展来看，您觉得毕竟他们年轻人包括玉薇女士一样，她学成完了以后她有可能会选择留下，也可能会选择回去，你还有一个人才问题。对，没错，我们其实是希望他们这些又讲英文又讲中文的中国面孔的孩子们能够留在我们的中美华人戏剧联盟，来继续和我们一起前进，来一起在这个美国的华人戏剧舞台上共同进步。因为确实就是一个种族的问题也真的是存在，就说他们毕了业之后，我相信给他们留下的角色，在不管在好莱坞还是在 Broadway 的舞台上，是真的是 limited， 非常非常的有限。那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来让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说到这一点啊，其实我倒有一直在跟一些朋友在谈，有很多朋友，国内的朋友，现在国内不缺钱了，他们甚至想到美国演做一些大型的舞蹈演出。我说你花那么多钱，你干嘛不在美国演，创造一个跟本土结合，创造一个完全中国文化的美国形式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音乐东西呢？恐怕这个宣传效果，就是说作为中美文化的宣传效果，比如说就是情感调节式，我们谈谈我们中国人怎么调节情感的，用英文告诉美国人。对，我想美国人会觉得说，哎，我也许我娶房中国媳妇儿也不错呀。对，我们这是我们的最终的想法，就是让在美国的中国观众和在美国的美国观众都可以来欣赏到由中国人来演出的话剧，由中国人演出的中国的故事，但是我们是用英文来演绎出来的。对，我们也可以用双语版本。对啊，有中文版，有英文版，你可以自己来选择。而且我相信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他们一定很乐意做这种事情。是的，而且他们没问题，他们的语言都是太漂亮了。所以看来一个人的成长，我记得大家都会讲一句话，你这个人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是呢这十年功要想完全表达出来还是在舞台上。是，对，真学习的最好的场所还是舞台。对，还是实践。对，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你的成长，其实你在美国也一段时间了，你怎么看中美作为一个文化上有什么建议，交流当中或者说通过你的一些观察有什么建议？建议呢，我就觉得还是就是转到就是人的一些思维还有一些想象力上面。因为在中国传统，就是传统家庭吧，大多数传统家庭对于孩子的保护是特别特别的绝对的，对对，有一些的。但是这边我发现，就是美国的孩子，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孩子对，就是父母对他们的教育都是特别开放的。但是虽然开放，就是也是有一些束缚力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从他们身上真的学到了想象力和思维能力，真的是会比我们中国学生会更开放一点。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借鉴的。而且美国的年轻人有一点我们很钦佩他们，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投入一件事的时候，他们那种全心的投入，当然他放弃的时候他也很容易就放弃了但是投入是非常非常全心投入的。今天说聊聊还有很多话题想跟大家聊，但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了。还是那句话，情感调节室虽然是一台只有18位年轻演员演绎的一部话剧，但是它带给你很多的欢乐，带给你很多思考。我们感谢曲导，感谢玉薇女士，谢谢，也感谢我们这个前两节节目孙导和杨洋女士。预祝他们演出越来越成功，预祝他们
中美戏剧文化联盟越办越好，谢谢大家。